一同来关心天气。今明两天，台湾北部以及中南部地区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，并且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，提醒你要千万注意。一同来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。我们来看到北部地区，基隆、台北、桃园、新竹，28到34度；中部地区，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，27到34度；南部地区，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恒春，28到34度；东部地区，宜兰、花莲、台东、兰屿，29到34度。外岛地区，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28到33度。接下来看到未来三天的天气概况。我们看到北部、中部跟南部地区呢，都是会下雨的天气，温度是25到34度。东部跟外岛地区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26到33度。